Hello， 今天吃一份鳗鱼火鸡面，然后这个是芋泥口味的毛巾卷。看到留的到处都是，我先吃这个吧。哇，这黑芝麻的好香啊，芋头反而没有那么惊艳，但他们家黑芝麻真的好香啊。好久没有这个搭配了，鳗鱼火鸡面。好烫。哇，这个紫米真的太烫了，这是刚烤好的。
口辣，缓不过来。芋泥的剩下一半我就不吃了，吃饱了，那我今天就先拍到这里啦，拜拜。